和各位同学来测试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听到吗？好，听到的话，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内容当中来啊。那行情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走出了一些转折的行情啊，特别是在昨天晚间的黄金上边啊，黄金冲得非常急啊，一波的这个涨势直接冲到了这个高点，带上了。这个行情呢，带上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点的位置。那我们黄金的这个多单也在运行当中啊，也之前带了黄啊带着大家去做单。那今天的时候，我们继续来看看该如何去布局。那昨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澳币的单啊，今天看到澳币的继续下行啊。白天的时候，澳币走出了一些涨势，那澳币在晚间我们看到澳币呢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低位，这样的行情，我觉得澳币可能会重新去探测这个底部啊，这个底部的啊，重新会探测这个底部的区域啊，我们来逐个的去看一下。好，逐步来看一下这个行情的走势的状况啊，美元在回调啊，美元对调，然后澳币呢是从高位上走出一个下行的走势啊，那现在是目前的报价是0.7158啊，那。现在我们没有持仓的头寸，欧元对美元目前的价格是1.1570啊，再从底部再走反弹行情。那我是觉得这个欧元可能会在这儿走出一个底部啊，那看看它行情怎么动了啊，就是局部上边欧元连续两次点刺低点，有可能会走出一个类似头肩底的一个类似头肩型的一个形态啊，那围绕着1.15的这个位置，我们在之前说，1.1这是关卡价位，好，1.15是大关卡价位，那围绕这个关卡价位啊，围绕着1.15关卡价位，可能会走出欧元的一些行情。短线上，我觉得欧元可能在这儿会走出一波反弹的走势啊，那这是具体的布局，我觉得可以按照我们的交易系统来去做这个布局。小时图啊，小时图，小时图，然后在这里的四小时图，那四小时图在这儿走出了最后一根阳线，在这儿走出了一个反转的行情，而且又是这个大关卡价位的位置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波行情的这个走势可能会在这边去走出一个。底部反转的行情，但只是单纯比较单纯的看技术面啊。那其实英镑也是这样，英镑从底部1.3的位置上开始往上走，欧元从底部1.15开始往上走，两个都是这样的探底行情。那交易讯号给出了一个交易讯号，就是欧元对日币出现了一个交易讯号，我们来现在马上来看一下，马上来看一下欧元对日币的行情。欧元对日币，欧元对日币，交易系统给出了一个
空的交易讯号在70的位置上去空啊，也是大型阴线内部的一个走势。这个单我觉得可以空两单了，如果成立的话，可以空出两单来。目前是在高位完成了一个双顶的格局，啊，欧元对双顶格局。那在这个图形上，我觉得中间可以去做一些尝试性的空单啊，这是它的第一个空单入场的第一个空单。我们在这儿去做上三个空单啊，大约。日内交易做上三个空单，分别在限价的位置和破位的位置去做。目标位置可以看到它的下方的大约看到它的前低的这个位置。先从1.01开始，好，先从1.01。止盈止损，我觉得就止在前高啊，大约30-40点的行情。止盈的价格，我觉得可以用跟随止损的方式来做它啊，大约20点的跟随止损去做它。把它初期的止损，我觉得可以摆在大约100点左右的位置啊，摆在100点左右的位置。好，那这一单我觉得中间可以去做一些跟随止损的动作啊。如果它往下走，那我们就把这个单呢去做一个跟随止损的这个跟单啊。就你直接做止盈也可以啊，直接做止盈也可以。止盈的话，它位置我觉得。上升的行情当中，它的位置，大约，它的位置呢，大约是，走两格啊，走两格，一格两格，那可能会走到131的位置啊，131的位置，那就大约有70多点的这个空间。这个单是用跟随止盈的方向然后去做的，送给各位。发送给各位同学。发送给各位同学。那澳币继续去探底新低啊，澳币在走这个探底新低的路径上。这个没打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单大家可以慢点把这个单呢去摆在自己的交易的图形当中去。欧元对日币啊，我把这个单呢发给大家。行情再往下跑啊，跑得还比较快啊，所以欧元对日币这个单呢，我觉得目前来说它还是一个向下运行的这个行情。这个怎么会老是自己会发出声音来？跑一跑啊，这个单让它去跑一跑。欧元对日币啊，刚刚的一个交易讯号。那除去欧元对，我们看到这个行情冲到高点，然后往下走。如果在30分钟图上的话，你会看到中间类似于一个双顶行情。那假设这个双顶成立啊，假设这个双顶成立的话，它可能会走出一个和双顶相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楔啊、一个矩形的走势，然后再往下走一个矩形的框啊，走两个矩形的框。那这样的话，两个矩形的框会走的位置大约是在这个高度是94，大概40多点的一个高度啊，40多点的高度就会运行到
130的这个左右的位置啊，就往下走40多点，看一看吧，我看一看，随后看它这个行情啊，怎么变啊？暂时上我们去看到的是这个走的还是比较合适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啊。好，在今天的交易内参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了一些交易的建议啊。这些交易的建议包括，欧元的反弹啊，就是欧元的空单减持的一个多单，然后白银的涨幅啊，白银其实昨天涨幅是2.3啊，2.3%，那底位基本上确认，所以我觉得昨天的白银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今天的。今天的欧元对日币也是交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形啊，看一下具体的走势的状况。那欧元我们会看到说市场对欧洲区的危机以及意大利的对欧盟持有的立场的对立立场。其实我们会看到意大利因为今年有大选，意大利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这些政府方面的表态啊，他说。如果我们意大利有自己的，比如说之前意大利用里拉啊，就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货币的话，那它的这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或者应对国内的这种状况的这些能力会更强。那这种意向呢，就表示说它可能对欧元的状况有所不满，加之上国内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上升，这种主义的上升可能会引发市场对欧元的担忧，所以昨天走出一波大幅的这个下行的走势。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欧元在今天的时候行情重新又走出了一个反弹的行情，所以我觉得欧元在今天的这个图形当中欧元可能会走出相对偏反弹的行情。那如果欧元反弹，欧元开始反弹，美元对日币开始往下走的时候，欧元对日币不一定是最好的行情啊。但是技术面上的欧元对日币，我们刚才做了一个空单，那这个空单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留着它去运行啊，看看它的运行的随后运行的状况是怎样的。那欧元有可能会冲高啊，冲高到周枢轴线所在的位置啊，周枢轴线所在的位置，然后再走这个。下行的行情啊，两波行情在交互的运行当中啊，两波行情在交互的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欧元的两波行情交互运行当中。那我们会看到澳币还是比较弱啊，这是中间的一个货币，澳币今天我给出一个冲高下向下的运行，澳币蛮符合交易，澳币在走的过程中，在今天的这个图形当中还是比较符合我们所说的交易系统的，走到高点然后往下走，图形上也是面临的枢轴线的这个关卡价位，单独看一下。澳币的图形，把澳币的图形来看一下，澳币在走的时候，冲高的这个点是72的这个关卡价位了，冲高的这个点是我们说的72的这个关卡价位，那72冲上来之后，今天。澳币继续往下走，其实也是蛮符合我们在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图形的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在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交易的图形的，就是冲高之后的回落。目前的澳币走到了几乎和昨天相互平齐的位置，如果短线有空单的话，那现在可以去做出场动作了，就是如果日内的空单走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把澳币的这个单呢去做一些出场了结的动作，去看一看它后市的运行状况会走到哪里啊？看到的澳币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和大家去探讨的内容。
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继续和大家去来谈谈斐波那契和波浪理论啊。主体的交易中间，我觉得在行情当中，没有天天联系人。为什么他总是自己会响呢？手机也是很神奇。静音了，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艾略特波浪理论，我们在昨天说了，它在中间有几个方面的应用啊。那波浪理论，它其实表示的说，波浪理论在运行的时候，价格的波动如同潮汐一般嘛，如同潮汐一般的这个波浪在一波一波的运行。那所谓的潮汐，在这里是指的说。行情运行的时候，走势的脉络，那第一波走势的脉络，我们说第一个大象的走势的脉络，我们会看到说这种潮汐型的这种波动啊，所谓潮汐型的波动是一些不以我们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种潮汐的波动。那除此之外呢，除了潮汐之外呢，还有这些我们所说的波浪啊，潮汐之外的就是波浪，那。波和浪是不一样的啊，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运行，那浪呢是中间的一个小的或者说叫做涟漪。那波浪理论在中间应用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这种经典的理论。当然，现在我们说在目前的这种状况当中啊，在目前的研究方法当中，波浪理论用的要比以前要小啊，要比以前要少了。之前的应用是非常的多啊，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应用的是非常非常多，那目前呢是相对用的是相对要少一些啊，目前的相对用的要少一些，因为波浪理论它中间在数浪过程当中，每个人对于浪的选取或者说它哪个浪是开始哪个浪是终结，可能它每个人都有它不一样的数浪的方法。那我们在中间呢就是来看一下一些经典的这些数浪的方法。如何去来看它啊？那包括说波浪的基本形态、各浪的特点、浪的层次啊。波浪理论其实在交易当中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有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种交易的思路啊。来这边看一下波浪理论的基本形态。那金融市场当中一般秉承着一种周而复始的规律啊。那这种周而复始的规律。那如果用西方的哲学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波浪理论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形态啊，五浪上涨，然后三浪下跌。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说五三，这是斐波那契当中的一个基本数列，是斐波那契数列当中的一个基本数列。那一个完整的浪呢，就是包含有八个浪，那五个上涨浪，三个下跌浪。三个下跌浪，那这种上涨我们把它叫做波啊，上涨的叫波，然后下跌的叫做浪，波浪啊。那中间也有人会把它叫做推动浪啊，推动浪啊，推动浪就是推动行情运行的，还有就是调整浪啊，调整就是去涨势当中的回调，这些涨势当中回调一般都是由技术面带来的啊，一般都是由技术面带来的一些波浪。那假设我们去看到这个基本形态啊，一、二、三、四、五，然后 A、B、C 啊，一、二、三、四、五，A、B、C，那中间的小浪呢，会用 A、B、C 来表示，就是调整浪，下降当中的二四是对一三的调整，称为调整浪。那周期的下降阶段呢，又有三个浪，又用 A、B、C 来表示啊，中间用。A、B、C 来表示，那我们假设来这边去看一下，实际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行情是怎么去来推演的啊？好，再把我们的图调出来，还是刚才看到的，欧元对日币啊，欧日还在继续的往下走啊，刚才。
刚才点了一下低点了，甚至我们可能会在这边再去做一些加码的动作也有可能啊，所以在这儿我们暂不加码，看看它怎么动吧。晚间行情是走的比较急，晚间行情是走的比较急。那如果就波浪理论去来数行情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行情当中会在主趋势的方向上走出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波，那刺激趋势的时候会走出这种浪啊。那比如说，我们以一个美元对加币来看啊，美元对加币来看，那行情在往下走的时候，就是主要的下降行情再去走的时候，它往往会走出一些随着行情走势而形成的一些比较大幅的下跌行情。波浪理论在运行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走出一些简洁形态啊。简洁形态就是每一个波呈现出相等幅度的一个浪啊，每一个波呈现出相等幅度的这种浪。那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看到一些主要的下行的走势，特别是如果我们再去把交易图形当中的 Z 模板调出来的话，会看到它会把这个图形上去归结出把这个图形上去会归结出这样的不同的这些波段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我是想让大家看这些隐藏的这些小线型，隐藏的小线型，它是对每一个级别上它的回调的测试啊，每一个级别上回调的一种测试。好，每一个级别的回调的一个测试，那这种测试呢，经常会把它用在波浪理论当中啊，甚至说就和波浪理论联系起来，因为在波浪理论当中，每一级的回调它都是有数据支撑的，它并不是说随机去做这种回调啊，也就是说 A 就是上的一二经常是有一个回调比例的啊，是回调比例。往往说第一浪的回调，就是在这个一上来的时候，这个回调是比较深的啊，因为如果我们在做一个一的延展的话，一之前呢是一个下行走势，下行走势以一个最不起眼的一二的形态构成一个由原来的高点变低，低点变低，变成了新的高点变高，低点变高的这种行情，所以一二这个结构是在交易当中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好，来看一下各个浪啊。刚才我说的波浪理论当中的一浪通常是最短的一浪，差不多有一半处于市场的底部，常常貌似非常压抑的水平发生不起眼的反弹啊，就是在多的过程当中，这个浪很短，这个浪很短。如果画的标准一些啊，我们看到在这儿画了一个波浪，手工画了一个波浪。实际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很小啊，一浪呢很小，而二浪呢基本上会回调到一浪的所有的涨幅。可但是它会形成一个新的高点变高、低点变高的过程，也就是说二浪不破新低啊，二浪不会去破出这个新啊，不会去产生新的低点。好，那我们假设去看一些已经呈现行情的一个已经呈现出反移位的图形啊，就以我们说的白银来在白银上，然后去看一下白银是如何在交易当中去显现它的ABC 或者说它的五浪波浪理论这个结构的。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下行走势或者见顶的这个行情呢，往往是通过一些不起眼的行情去产生的。一往往是通过不起眼的行情去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目前的状况当中，或者我们推想过去吧，因为谈过去是比较好谈的啊，谈过去是比较好谈。过去当中我们会看到，在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之前在行情走的时候，它是走一个盘整行情啊，这是比较明显的盘，底部
水平顶部水平啊，呈现出一个一个这种样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一波反转的行情产生，这波反转的行情构成了我们中间不起眼的那个一啊，不起眼的一。那在中间，如果我们去来看一，我们会看到这个一第一波往下走，走到这儿跟它水平，走反弹，然后走反弹，我们可以把它说下跌反弹。那这个结构呢，有点像是我们初期去建立的一和二的这种一和二的这种关系。通常情况下，这个一二呢，有些时候会完全的反转上去啊，完全的反转上去啊，反转成为一个反转成为一个类似于接近回调到它的顶部形态啊，也就是说一和二的这种走势关系，下跌的一，回调的二啊，二往往是回调的比较深的啊，二是比较深的一个一个回调啊，二往往是比较深的回调。那在走三的时候，行情在走三的时候，是一个最大幅度的一个下行走势啊，走三的时候行情也是比较深的。那这个三，它在走的时候，它会和二和一形成某种比例的关系啊，这种比例的关系是，如果我们去拉一个斐波那契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三，会看到的这个三的这波走势会运行到它的1.618倍，甚至2.0的位置啊，走出一个2.0的就是走出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走势，它是称为我们交易当中的三啊，它会交易当中三。那中间的四会啊，中间了之后呢会走出行情四。四一般不会和一的低点相平齐啊，四不太会和一的低点相平齐。那在这个中间呢，如果四和一的低点，我们就发觉四的回调其实是比二的回调要深啊，而且二的回调是比较深的，它会回调到比较深的位置，而四的回调不了那么深，回调到一半左右。啊，它往往就是回调到一半左右，它就走停止，因为三走的比较远，所以四虽然它回调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回调的百分比比较小，啊四，那接下来呢会走出比较复杂的第五个波段啊，五个第五波段呢，它经常会以复杂形态走出啊，以复杂形态走出。同时走出一个向下的破位，但是这个破位破的不太远了啊，这个破位破的不太远。三的这个波段是最为清晰和明朗的啊，三是最为清晰明朗。反过来说，四是回调最充分的。那这是我们就是比较常见的波浪理论当中的波语啊。晚间的这个练老师呢是特别喜欢去数这个波浪的，他是蛮精通这个波浪的。那中间其实我们会看到第二浪有可能回撤走出波浪理论当中，走出这个一浪的全部的回调啊。我在这里面跟大家去做一个图啊，波浪理论很有意思，它蕴含着我们在交易当中的各种走与回调，走与回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走与回调，走与回调的一个结构。那这些结构，其实如果你明了之后呢，你会发觉哦，它其实是很有意思，就是它表征了这个行情在运行过程的当中的那个节奏感啊，表征了它的节奏感。那很多投资人可能说，我不是特别喜欢去数这种连续的五浪，那这一类的同数一些比较单纯的浪啊，那我们来这边跟大家去画一个图啊。截出一个白板出来。啊，截出一个白板。波浪理论啊，波浪理论，
波浪理论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各个浪的走势的特点。我们以这种上升为例啊，上涨的行情走出这个一，然后回调走出二回调走出二。如果就这个行情来说，我们说会标注一标注二。一是一个不起眼的行情开始一从一个不太起眼的行情开始。为什么说不太起眼呢？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一没有这么起，一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是一波下行的走势可能是之前的，我在这边画一下，假设之前的这种走势之前的走势是一个下行的之前的走势的走势，这是这一波的之前的走势。我们如果在这儿去标志数字的话，我在这边假设把它标注一个零这是零零表示说这个它是之前的走势。那走到一，我们会看到一的特点不起眼。微小反转微小的反转，那这个微小的反转在交易当中，微小的反转在交易当中，它会，往往会配合在一些关键的关卡价位上，往往会配合在一些关键的关卡价，比如说我们目前的白银比如说我们目前的白银就有可能走这个，那所以说你。一边去看着它的这个不起眼的微小反转，一边又要看着这些大位基本面上的消息。那我们来比对一下白银白银，我去上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讲解的时候，喜欢去谈未来不太喜欢说过多的去谈及到现在现在怎么样？那这个行情我们会看到这个图形在。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去把这些都去掉的时候，在日线图上，我们会看到中间的这个上涨波段很不起眼但是它们完成了一波涨势这波涨势就从最低点开始往上走，它虽然不起眼，但是它反转了整个阴线全部它走到了这个大型阴线的上方走到了大型阴线的上方，在这儿如果绘制过去的话，我们会叫它走出了大型阴线的上方。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这波的回调也是比较深的，回调也是比较深的，这是一二啊，一，这是一二啊，我在这边，这是以白银为例的一二，那之后二走完了会走三三是中间最强的一浪。确定涨势之后，三会走出行情当中最强的一浪。那中间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二的特点会是大幅调整，几乎反转，几乎反转，谁和谁反转呢？就几乎走到了一的末端几乎走到了一的末端，快把一全部吞没了。那接下来会走。接下来会走我们中间最强的一浪我们中间三浪这是中间的三中间我们会看到中间的第三浪，第三浪是交易当中中间我们说的最强的一浪这一浪在走的过程当中会显示出它非常强劲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劲的力量，它不是中间最短的一浪第三浪我们中间。它往往是最长的一浪。最长的浪。三浪三。还有中间一个三浪三的这么个话题我们很多时候会找到这个三浪三。那现在，如果以我们目前的白银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边谈现在，目前白银走上涨回调是走第三浪当中的
现在是三浪的一二啊一，我要是能够给大家在现场讲课，你就能看到我的手指，一二，这是第三浪的一二一二，那这是三啊，这是三，这是三浪的第三，所以这一波走势如果在这儿确定了它的涨势，这一波会走出一波比较强的一波上涨啊，就是假设它真的运行开来走这个时候，这一波会是比较强的，比较强的一波上涨。啊，就是既确认又有充分回调啊，这是它的，我们说的三浪三。三浪三的意思就是说，它在中间会，就是这个第三浪啊，它中间会包含有一个五浪。我先把这个话题先去摆在这里，就是这种主浪会有，就是主升的这个步骤，这个第三个里边。它其实是可以细分为三个浪的啊，所以中间这是它的波浪理论啊。我想中间可能有些同学听得不太，就是因为这儿比较复杂嘛，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地方。那这是主升浪最少的，绝对不会是五浪的最短，也是最猛烈的。三浪到一浪顶点之后，形成各种突破讯号，然后伴随于跳空行情。那中间一个显著的地方是在这儿破位，啊，在这里有一个破位，啊，在这儿经常会伴随有破位和跳高的，啊，破位和跳高的行情会出现在这儿。那接下来会走四啊，四的行情呢，一般不太会回到。啊，一般不太会回到这个起点啊，一般就是四和一不重合，啊，一般四和一不重合。那在走四和一的时候，四和一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四的回调，经常会走出一些比较倾斜的，就是它的走势呢不太像是我们之前说的，它的时间跨度会比较长，然后回调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短啊。啊，回调的幅度可能比较短啊，但是时间的跨度是比较长，它不像三那么倾斜，而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偏移开来的，就注意它俩的角度啊，三的角度会比较高，四的角度会比较倾斜，而且四不太会和一相互接触啊，形成一个大约类似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不到不了一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低点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四，四在走完的时候啊，通常是一个复杂的走势，四浪绝对不能跌破一浪的底部啊，顶部就是四不能够回到一啊，这是标准。那这一浪是最为复杂的，为什么复杂呢？就是涨势确认，但是还需要技术面的回调。不与一重合啊，不与一重合啊，它和一呢两两不相交啊，在中间和一呢两两不相交。那接下来会走五啊，五会以非常倾斜的角度，或者更加比四还更加倾斜的角度，缓慢的走到。三的上方去，啊，缓慢的走到三的上方去。那实际上，这个五的走势呢，其实表征了说这个行情的动能在减低，啊，表示它的这种上涨的动能啊在走低。那接下来会在中间啊走 ABC 行情，A，五完了以后会走 ABC 行情。那我们为什么去推演这些走势呢？我们推演走势的目的最主要是说，这个行情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找到那个行情它有可能走势的那个节奏感啊，有可能走的那个节奏感，然后之后会走 ABC，ABC 有可能会形成啊我们将来行情的那个反转或者啊一个延续，有可能有些行情在走完 ABC 之后呢，继续往下走，那就是反转了，也有可能走 ABC 之后呢，然后
又走出五浪的延展。中间在这些行情当中，五和三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延展，就是三浪本身是会走三个修正、五个修正的，也有可能走七个修正啊，会更多的修正值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会看到五浪通常比三平和比较多，交易量开始落后于价格，摆荡指标相互背离，顶部开始出现，所以在走五浪的时候，在第五浪的时候，它走的走势呢是它走的特点是比较平和，背离开始啊，中间会出现背离。啊，逐渐筑顶了，啊，逐渐筑顶。那我们看到，如果在这个图形当中，以白银为例，以白银为例，我们看到，它在走第三浪，假设我们把刚才的那张图和现在的这张图相互比对去印证的话，我们把这张图变得小一些，去印证它，把这张图和我们的它，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了，应该可以。好，那这是我们会看到的，这波行情的，这波行情的这个走势这波行情的走势。那与之相比对啊，如果我们去比对它的，比对我们的。目前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比对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会发觉它的走势状况，它的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第三浪我们做单的那个位置呢是坐在了二浪破位的位置，我给大家画一下，就是我们做单的那个位置是在做超越前期低点做的那个是。超越一位置的高点的上面底部形成之后的入场的多单，那这个行情呢现在还在现在呢还在运行当中现在目前还在运行当中。那我是觉得这个行情如果继续走的话，目标位置当然我们说了，目标位置就是它的底部的这个深度去拓展往上延长的一点618或者2.0的位置。那我们如果说比的位置的话这个比对2.0是15.25块2。如果说比对更高的高点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的2.618的位置是前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关卡价位的位置，就是15块4的这个位置。
15块4就是重要的关卡价位啊，15块4就重要的关卡价，重要的关卡价位就在这里啊，啊，前期重要的关卡价位15块4，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波行情走出来的话，它的那个啊目标位置啊将会是啊目标位置将会是我们会看到的是大约是15块4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会形成一些比例对比的啊这个啊。这个关系，我们再把它进行一个绘制。那在中间我们会看到，当这个行情真正去走出来啊，走出来这个图形的时候，往往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 A 走出去的上涨啊，这是 A 的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波上涨行情。当这个行情再次上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觉，它的第二波的涨势啊，和第一波会比较一致啊，会比较一致。也就是说，第二波这个三会运行到哪里呢？会运行到啊我们一的2.0的位置，或者是2.618的位置。2.0、2.618位置，这些位置我们为什么说它，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去记住这些数字呢？因为这个会让我们去测算出它的获利了结位置。比如说，我们就拿白银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去讨论白银的话，白银的这个位置就是在15块4左右的位置。就这一波行情往上走，它的目标位置就是15块4。那15块4又是重要的关卡价位，我们就约略去得到了一个。将来行情可能的啊目标位置，这是我们去推演它的将来啊。当然，白银我们已经有持仓了，那看看它能不能走到这个啊最高点的啊这个啊位置上，啊看看它能不能走到它的最高点的啊这个位置上。所以这是我们看，那之后五浪啊是五是最为复杂的啊，五也走得急，但是。五走得非常平和，四是最为复杂的，然后 A、B、C 这个结构有可能会引发行情的反转啊。A 浪通常是以为是一个回撤啊，A 浪以为是一个回撤，但是也有可能会让行情，如果 A 浪具备了五浪结构，就是如果 A 也具备了五浪结构。同时伴随着交易量的增加，那我们发觉它就有可能形成的反转。那 C 浪如果跌过 A 浪的底部，那就会形成一个我们说 C 浪有可能演变成为三浪一的结构啊，也就是说 A、B、C 这三个浪有可能引发成为新的波段的一。二和三浪一的这个结构，那我当然觉得说各位同学可能会听得不太清楚啊，研究的不太清楚，或者感受的不太清楚啊。我大致把这个表格发给大家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讲解的时候呢啊，也制作了一个表格，就是这张图表啊。啊，我一会儿发到我们的群当中去啊。这张图表呢，我们就不公开发了。实际上，其实它蕴含着很多的内容的啊。就这张图，实际上是蕴含了很多的内容。特别是如果你能够把它和我们现在的和这个白银的走势相互联系的话，你会发觉更多的啊内容。好，我们不公开发了。有需要的同学找我的小助手去要这张图。好，这是我们会看到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啊。那澳币继续往下走啊，暂时日线图当中继续的深入回调啊，继续的深入回调。那欧元开始反弹，今天我们会看到
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行情走的比较震荡啊，没有特别多的行情啊，没有特别多的一个走势出现啊。那欧元对日币啊，欧元对日币刚才的这波行情当中最大大概十几啊，目前有3、4点的浮动盈利啊，还在跑的过程当中啊，行情也没走出多少。黄金我们有了多单啊，黄金现在还有多单，重新站上了1200，重新站上了1200，还是一个震荡走势啊。走到最高的时候，我们看到走到最高的时候走到1208，甚至不排除我们在这边去空一些的想法，不排除我们在这儿空一些的想法。因为黄金在最近的图形当中走的是相当的反复啊。我们现在在上方有 buy stop，下方有这个buy 单。我觉得这个 buy 单，黄金的这个 buy 单，黄金的 buy 单，我觉得可以在这边去捡平一下啊，破位单继续摆在破位的高点，然后这个 buy 单可以去捡平一下，然后把这个我再做一些空单再补进去啊，甚至我们把这个黄金的这个多单可以平掉，我们把黄金的这个多单把黄金的多单平掉啊，这样黄金的多单它有一个大约多少呢？大约369澳币的一个盈利啊，0.4手，刚才的这个单呢，我们把它平掉。短线上我觉得黄金可以再去空一下啊，黄金因为现在还是摆荡，有特别行情，澳币也走的比较空，我在这边摆一些空单进来，仓位不用特别大，而且不用这个单呢不用去做加码动作啊，止损的位置我们守一个大约55点左右的一个止损啊，或者1210的位置守60点啊，守60点。1210的位置啊。止损反作啊，止损的位置几乎是就是如果走到止损的话，就有可能走出这种反转的行情啊，就反转就比较明确了。那我们目前现在持有的单。如果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黄金的持有单有一个空单高位的空单，然后底部有一个底部也有一个空单啊，这个空单这个单也。黄金啊。黄金这个单，如果单比较多的话，我觉得，目标位置日内目标位置80点就比较好了。就是它如果日内交易的话，走80点啊，那止损大约70点啊，止盈80点也是可以的。目标单这边，走回大阳线的一半就可以了，或者平一半啊，或者在这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平一半也可以。走到这儿平一半也可以，黄金还是可以做的，黄金最近是比较震荡的，现在又重新回到高点的震荡的高点啊，看看它随后的这个单怎么走啊，黄金。那今天我们看到，在今天做的单当中，
实际上最近的这几个单，止盈的有止盈啊，短线上做的单，因为市场比较摆荡，所以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些单呢走出一些小幅的亏损，不要紧啊，其实亏损本身不要紧啊，亏损本身不要紧，你不需要去特别害怕，特别是你的那些长单能够拿住的话，这些短线的单如果亏损的话都没关系，都继续去做就可以。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好，他留一些时间跟大家去提问题啊。好，留一些时间，大家可以在这儿去向我提问题。我们看看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啊？黄金，有人问到英镑，看看镑，镑在目前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做的高空的单啊，之前从1.3位置上破下来。我觉得棒依据系统做吧，按照系统做的时候，仍然是一个空的讯号啊，就是还是一个偏空的一个走势，甚至走到这儿的时候，自主互换位置，我们有可能在这边就直接空英镑，1.3的这个关卡价位在1.3上方的时候空英镑也是可以的，在1.3上方的位置上去空英镑也是可以的。棒现在已经累积了有一二三，已经累积了有三单的空单了，所以棒还是把握的高空的思路继续去做吧。如果想补单，想日内补单的话也可以啊。那日内补单的话，就是日内的交易，就是不把它做成中长线上的交易啊，往上其实是可做的，这个单是可做的，因为已经有了三单了，三单是0.2、0.2、0.4啊，大概是0.8啊，高位上已经一大组英镑的空单，冲上来以后补一个1.1啊，补一个1.01，那这是个日内单啊，这是一个日内单。目前我们会看到它的棒在走的时候，棒在走的时候，标准的450，先去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守到前低啊，守到前低，这也是标准的操作方法。所以我觉得英镑在今天的时候还是一个逢高做空的行情啊，特别是刚才走出小时图量这种半小时就类似双 K 反转又回到高位啊，然后在这儿。往下去控它也是比较合适的，今天，对，这是我们会看到的，这个单短线的交易啊，这是个日内短线的日内短线的交易啊。我觉得这个需要各位同学晚间
自己去盯一下盘啊。那如果他不在我们安全里边，肯定要去做一下晚间的盯盘了，因为它可能随时产生一些行情的变化，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英镑。所以如果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呢，会在这个交易的时候会在交易的时候会把它会做一些调整啊，在交易的时候会把它做一些调整。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行情的走势。在最近2天的时候，相对来说，行情的这个动态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啊，所以我们可能做的交叉盘可能会多一些。行情当中，如果有的话，可能止损的次数多一些，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盈利就会盈利很长，这是特别重要。就是你做单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如果有行情，你要拿住它啊。包括我们会看到，我们一些真正有比较大获利的，实际上都是拿的比较长的啊。9月份的，比如说兰特呀，英镑对瑞士法郎都是拿的比较长的这些行情。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去谈的波浪理论啊，我把这中间的波浪理论的这一页图了也补充在这儿啊。刚才我说我们这页图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和我的小助手取得联系啊。那实际上波浪理论看似简单，但是真正在用的过程当中去找准那个能与之相匹配的行情的时候，那你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楚，就像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的，白银啊，这组货币啊，这组货币。好，那随后的时候，在本周周末的时候，澳洲呢会变时间，然后澳洲呢会进入到这个夏时制的时间。那进入到夏时制的时候，我们会亚洲盘和欧洲盘呢，北京时间维持不变啊，悉尼的同学要打一个小时，就是比如说听我课程的同学，在北京时间仍然是5点到6点，那悉尼时间呢会变成8点到9点啊，往后延一个小时，因为澳洲变时间了。美洲盘的时间在澳洲的同学是10点到11点维持不变，那北京时间的这些同学呢会提早一个小时啊，是7点到8点钟的时候会进行美洲盘的讲解啊，林岩老师对美日还有黄金是做得非常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啊。我们建立了3个交易的群，那大家在群里边可以踊跃发言。那另外每天的时候去来固定的时候要参加解盘啊，把自己的交易的绩效真正去提高起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参加。